你怎么想着带我来这儿？没遇到你之前，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想要陪一个人过日子，关心他的喜怒哀乐，考虑和他的未来。从你眼睛看着自己最幸福的季小姐，放心吧，想我的就来找我。老先生，你觉得我太狠了？如果有一天我也处理了跟你的秘密，你也会这样对我？最好的机会就是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快速发展。所以我认清了现实，就为了利益坑了你，不该表扬我学有所成吗？首先是合适，合适不是一个可悲的词。我们已经是见过彼此家长的关系，以后无论遇到任何事都不能挽回。你当然可以有你的选择吗？首先你得有资格，你有吗？你这么白我一刀，无非就是知道我不会为难。在我看来，你就是心累，唯利是图。你别闹了，季季。他们离开以后，我就再也没过过生日。以后你的每一个生日我都跟你一起过，我一直跟你在一起。我想为自己争取一次，希望那个当初帮我改变命运的老头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愿意嫁给我？我想跟你相守一生。为什么？无论是你不理我，不弃我，我愿意。你认为合适是爱吗？我所认为的爱是你，是日积月累的慢慢形成，慢慢发酵。对我而言，不是一切的事情，而是携手成长。大概要到人生的尽头，回首是时，才完美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